丁岛，在地中海中从未停止过惊奇的一颗明珠，海水五光十色，自然未被污染，原始的风俗传统具有独特的风味。在乐趣和放松、文化和美食的过程中，萨丁岛还为高尔夫球爱好者提供了广泛的空间。运动不仅仅只有这些，冷静和准确，寻求最完美的挥杆。忘记日常的繁忙，释放身心，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一个休息和放松的环境之中。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。三个游客装备区都是由九和十八个洞组成。练习场遵循了该地区的土地管理，使会员感受到融合地中海特色的壮观景色。高尔夫球场将展现出本岛的优势，宽敞的土地，适宜的温带气候，特异的景观环境。与众不同的萨丁岛高尔夫，愉快和富有挑战性的球道，具有技巧性的沙坑，巧妙的发球，轻易与周围的绿色交织在一起。